我一马。来喽。好。预备，开始。其实是有想过了，因为我们之前没有带游泳，那怎么这个预算？有书包。好，书包对。省钱的预算。但哥哥，我觉得他的就是很挺我，然后他最近也是很好，所以我也希望如果有一天他可以成为我的。对，但是因为他一直他越来越火。没有啦。好，我们再谈。但希望有一天我可以站在那个点点心的门口，然后帮你挡住了后面。我的手上有套啊，我都帮你想好。专业，你看就是这么。对，今天真的是为了要请阿伟，然后衣服我一定要来，不管怎么样就一定要来。是。我太酷了。客服，那你快哭。我现在开始哭了，等下再哭给你。因为台北车站基本上是一个非常重要的物流点，然后呢，这边就是走路这里，这是用扭来形容，就是扭转的感觉。然后这边的人口非常，就是流动率很高，所以我们生活这边也比较长。那台北车站其实我们一开始就是要服务其实这些地方算是非常好，今天也是很巧，但点点心在这边，我们今天是一个很好的场景，所以我们有信心在这边可以得到红旗。其实我蛮常吃的，然后我上次他们有一次推出新菜，我也有来，然后吃了蛮多的。我最喜欢吃的就是红旗，然后每次来我都说老板，我要来吃喽，他就说好，那他帮我带。排队啦，不然会被排队的位置，对，民众会，民众还是会很高兴。而且鬼鬼就是，甚至就是有时候没有来的时候，他记得我们吃的时候，直接帮我们叫外带，叫20000多块，搞得我里面的师傅就手忙脚乱。一瞬间，哇，这20000多块怎么出来？那天拍广告就是超级超级严重，说我一开始没有来，要给他累积，然后就直接就到现场。没有，我们同事比较勤劳。那还没有师傅应该比较少，基本上都很勤劳。哎，王子还有，王子还有，他弟有很勤劳。哦，王子比较忙。他真的比较忙啊，我就拍戏啊。他最近在台湾，我知道，我之前有跟他讲。他要呼吁他来。讲一下。王子来哦，来吃点点心哦。还有。来哦，来讲点点心。好，因为在别人好像不是很会招手。王子，快点来。好棒哦，我只快来吃哦。OK。那两位。我跟他的经验不在小时候拍，就是我们长大的时候。然后为什么我会跟他这么好？是因为有缘，是因为我记得我们两个几年前，3、4年前，我们拍的一个电影，拍了人生半。两部电影，然后我们也相依为命，然后每天两个人都会在房间一起吃饭，但你们两个没有怎么样，就是会聊聊心事。有点尴尬。尴尬就是我们两个会跟我的经纪人一起，然后我们会一起点饭吃，然后可能拍一天学习一天。那个时候的确是太老实了，是不是？对。然后我们都在打羽毛球。对，打羽毛球跟运动，然后每天都是互相陪伴的一个过程，所以现在会。我们在拍戏的时候，其实那个是其他人，然后有一些动作的片，然后其实因为毕竟我那时候去的时候只有我一个人去，然后我去的时候有一些，他也是算是主动的去，然后我们基本上在那边就是会互相打气，像我们有一些动作片的时候吊钢丝的时候，我就会在旁边就是拿一些武器啊，或者帮他录。但是我记得就是鬼鬼在旁边帮我录，我记得我有一次的时候，我拍的时候不小心，
在我们婚礼有出现的，然后当爸爸他就跟女儿说我是很担心会冲动，他有一个东西，他有一个很重的东西，然后那老婆在写你们之间的话，这个时候老婆就其实会过豆姐刚刚有跟我稍微小小抱怨一下，说因为他都不听我讲，每次都把我照片乱投，然后这他塑造了一个他自己好老公的形象。没有，告诉你，我现在有啦，所有的照片要投到金库。本来就是，你是很在意这个事情，你知道吗？现在感觉他比较在意。对，因为老婆要帮忙，就是帮他生小孩，我真的觉得很伟大。然后没想到他现在会成为人夫之外，又成为狗事。时间过了是吧？真的，怎么这么感性度啊？什么都换我是不是？再过一次，再过一次。好啊。其实因为他不会，其实正常来说是因为像一个，你让他应该说，可是我们就是正常的，所以他那个时候他下个月就会看。我希望可以赶快在今年把该做的事情做做，然后明年的话可以再休息。好老公了，应该是。